年的5月2号，一龙和玄武签订了合同。合同约定呢，玄武要给一龙出场费100万人民币，前期付了30万人民币定金给一龙。协议约定，在今年的12月31号以前，双方要择日在中国境内打一场比赛。可是就在玄武前不久说，我什么时候把后续的70万打给你的时候呢，一龙说，哎，来郑州咱们谈谈吧。然后一龙就说呢，我觉得咱俩还是别打比赛了，我们两个人呢比一比功力，比踢木棍，看人踢得多，谁踢得多谁赢，你看这样怎么样。玄武在得知一龙是这个态度之后，他当然是很生气的，因为从5月2号签订合同以后呢，玄武一直在刻苦训练，自认为竞技状态非常好。到关键时候，一龙决定不比武了，比功力。玄武想，我们两个人比赛不能跟李景亮和那个篮球运动员一样，说是打一场比赛，结果最后变成了掰手腕，我们两个打就要上擂台去真打。可是呢，一龙不同意。首先呢，我们要说说玄武到底是个什么人。他最早拿过55公斤级的国家级的冠军，后来又拿到60公斤级的比赛。他跟一龙签订协议的时候呢，也就是70公斤级左右。那经过训练之后，体重掉了掉，现在应该是65公斤级左右。那么反观一龙，一龙打竞技状态最好时候的比赛是70公斤级，后来呢，到了18年左右去打比赛的时候已经降不下来了，在75公斤。最近一龙呢，到了100公斤左右。体重的飞涨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，就这个运动员已经放弃训练了。近观从2017年到2020年所有的比赛，一龙的备战状态呢一直比较差，因为呢平时社会活动比较多，难以像职业运动员一样静下心来去好好训练。这也是他很多比赛当中呢，往往第一局还能够打出自己的技战术意识，往往第二局之后呢就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。这种情况下，跟技术无关，体能是最根本的问题。习武之人最重要的就是言而有信，教你依从。你不承认，你跟我玄武签了合同，新闻发布会开了，你现在突然退赛，你丢不丢人？你还要不要脸？一龙无故的爽约，玄武不战而胜，一龙落关而逃，江湖再无一龙，依从再见。然后又看到了玄武的师傅，空手道总教练王占海师傅的生气。一龙的技术就是，我不打，我有伤，我找各种理由，我打了，你一时英明可能没有。既然退赛，好好做好的，你的前途一定是无量的。我相信，陆陆续续呢，还有些武林人士就此事儿发表意见。总之，从我的经验来讲，两个竞技武术方面的人士，如果原先说定的比赛后来不打了，只有这么一个可能：第一个，钱没到位；第二个，打不过。大家好，我是玄武。我和一龙的比赛大家应该都知道，一龙无故的退赛，怂了跑了，我们公司正在起诉逃跑龙、怂龙，希望大家支持。开始了，作为自由搏击的代表人物，我们看到熊先生首先上来，已经并且打得非常的高，高扫又一次打到李东升的脸上，同样的好，严肃的两拳打得非常的凶啊！我们的李东升上来还没有找到感觉，我们看到熊先生也是非常非常的猛。那同样的，我们的场上裁判是提示。要注意听我们场上裁判的引导。好，我们的李东升稍微调整之后，两位比赛继续。那我们看到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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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们一起来喊一下好吗？加油！加油！学武！加油！学武！加油 ！OK， 那支持我们永春李峰师傅的朋友在哪里？李峰师傅。我们看到我们的玄武先生直接将李峰师傅打倒，那同样非常的快，第一个回合才10几秒钟，
玄武先生就直接把李工师傅第一次打倒。那同样的，我们可以看到李工师傅是做了一个防守的方式。我们都知道，经常两位直接是打到一起。同样的，我们的玄武先生做了一个防守，一个地扫非常的漂亮，是直接把李工师傅给踢倒。那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在现场自由搏击的打法非常的多元化，其中不同武术的运动，也是一个高扫加一个后手拳打到李工师傅，以及击鼓又一次击鼓。好，来，再一次，好，我们两位，好，我们的裁判喊停，把两位分开。好，同样在我们的现场，大家可以看到两位。都先让我们的李工师傅以一防。好，第一轮的时间就要到了，还有十秒钟。我们看到修先生连续的用高扫一记后手拳，连续的后手拳。好，两位又一次扭抱到一起。好，第一回合时间到了。OK， 好，下面又给我们时间来进行解。感觉李宗翰